预备日选战风云内幕揭秘，林郑月娥细组女人帮来过。林郑月娥以777票当选史上首位香港女特首，她承诺会团结社会，鼓励更多女士参政。本行获悉取消四位女性入阁，包括资深大律师郑若骅，廖将会出任律政司司长，三位女副局陈肇始、陆公卫及许晓辉有望升职。财爷一职成全是汇丰及渣打银行两位大班黄东胜、洪丕正及港铁主席马时亨之争，食卫局常任秘书长聂德权及特首办主任邱腾华亦可上位。想知更多内容，请睇新一期《东周刊》。